老是加强这个卡，这个卡一加强啊，找半天找不到。气球兵，会丢失目标吗？会的，又是这个人，他的卡解不了火枪手，他换卡了。要不混沌吧，后来打到炸弹兵去了，还玩了一套钻机。我们知道他打钻机不好咋打进去，因为他有两个建筑可以拉扯我们，我们也是非常被动啊。主要是也不能不防他，飓风啊，血亏啊，他飓风加农炮加钻机，有点难打。完了，打个死亡伤害，死亡伤害都没打到，这样能打到加农炮吗？我记得是能打到，为什么又打不到呢？不是说可以锁定吗？在同一条线上呀，我下到中间，明明要建筑不能打塔，不是不是不是。我有一回下这个位置，后面补牌还是被打到塔了，还是被打到兵了。我又被打过来了，
死，啊，肯定就有进排名了都。三分钟一局，五分钟一局算的，一个小时赢十把，对吧？两个小时20把，那这个分是蹭蹭往上涨啊。来，兵临顶上啊！很可惜这把没有，这波没有矿工。漂亮！再补个鱼钩。我赌他没有对空了，有大电吗？直接清皮卡，他没有鱼钩，我到时候兵临给他拉走。22级要花多少钱？知道的观众说一下，22级，主要是现在四倍亲密度太多啊，所以才改成22级。这好友位有限，没打到他。刚好让你达成20末班车，可以吧？我提前一个礼拜告诉你们。哎呀，不是吧？难道还有被翻盘的可能？刚刚那火枪手怎么没有打到他的斯坦？怎么打他的加农炮去了？他的斯坦在右边，怎么打加农炮去了？我操了！我靠！怎么又是这个卡呀？我日！那小骷髅怎么只剩一只了？对，我火焰手下这里打的是他左边的加农炮，这个人是也是带剑员，只不过这个人没带兵，反正带了个古龙啊。古龙蝙蝠嘛，带掉这么多空军，这些人是真不要脸。
那就靠矿工，他也有矿工，我们的矿工也行，主要是要处理好他的进化迫击炮。他千里江南不战车，我们跟他对牌不没那么好对。我们感觉我们应该清理火枪手，他右边下炮的话卖了，左边兵人加气球。哇操！今天开的也太早了吧，有毛病啊！有你这么开技能的？我技能开的也太早了吧！给我炸！又十个人，又是四个对方，团伙、蝙蝠、头孢手，这个加那个，我真服了，这些人有毛病啊！哎呀，又被锁塔了。服了。